是瑜伽裤，说的洋气一点啊。欢迎大家来到953，看我导就来953，千万记住有颜值的舞蹈频道，哥们点一下左上角5957还分店的预约，我是小五，三个哦。嗯，我们要当一个洋气的人。又是这话啊？那是就是吧，我也不知道啊。男生哥你出来，他送的，你问他这是什么裤子。好，第一个舞蹈带给大家，然后喜欢小五的点点关注。我先跳舞吧，然后再聊。你们今天是有点闲的蛋疼吗？不等先 K666， 对，没错，王子哥又来了。你们今天是闲的蛋疼还是闲的劲儿疼啊？闲的呗，你们聊会天吧。为啥呀？我觉得跟那些志不同道不可同的人没办法聊啊。我只想做一个好人好事，给他们发一个那个百度云盘，我觉得比较适合他们。其实在这993我觉得你们都多余了啊，我觉得百度云更适合你们啊。好，欢迎大家来到953，看跳我就来953，千万记住有颜值的舞蹈频道，哥们点一下左上角5957还分店的预约，然后喜欢小五的哥哥们，然后咱们点点心，然后还有新的兄弟们点点心，三个谢谢，舍不得就拉倒不要了。强扭的瓜不甜，然后能点的就点一点吧，路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。我不累，但是我好热啊。我不累，但是我好热啊！
心不能给你，你点了好人一生平安。我没有风扇，哎，我可喜欢他们那个大风扇吹的那个感觉了，我感觉特别好。嗯，对，话多，继续要不要？那下个海吧，这个才是真正的酒吧摇头的曲，好吗？专业一点，刚刚那首歌多有节奏，这个才是真正的摇头的，太业余了。场控员说我，你要给他封出去，他在扼杀我的生命，影响我的，影响993的工作状态。然后第二，让我们原谅一下那些啊，连公交车都上不去的男人。哥，你要自卑你就说一声不好意思啊。不大有人说我，有人说我影响我的特务状态啊，原谅那些这辈子连公交车都上不去的男人。哎，哥，你自卑你就别说了，我们原谅你。你说你从小到大混成这样，然后公交车都上不起，太尴尬了。看着想吐，你自己拿小皮鞭抽你自己就行了，谢谢。啊，嗯，吐你还看，你瞎了你啊？自己拿皮鞭自己抽抽自己得了。喜欢找虐的话，好吗？不要跟我们正常人在一起，我们觉得掉价。
你知不知道什么叫损人不利己不？我告诉你啊，管理我要求彩排以后不准露肚子。你们有点过分了，我今天刚发现993，气氛好一点，然后你们又这样，你不知道主播可以投诉吗？不知道主播可以投诉吗？不知道可以去110吗？你们是身在福中不知福，以后让你们全看古典舞，你们就高兴了是不是？我可以截图去110了，我告诉你们，所有清一色993都是古典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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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那个啊，怎么投诉？不告诉你，不告诉你。古典舞说到点上了，是吧是吧是吧？哎，我前一阵跳舞就必须跳古典舞，都快跳懵逼了啊。好了，那个我要说啥来着？哦对，然后那个没有点心的小哥们点点心，然后点上麦上主播的关注。好，麻烦大家来993，看到我就来993，全网居然有颜值舞蹈评论。古典舞就是比比花花，对，钢管舞真不让跳，太多余了，我也上不去啊，有能上去他也不让用啊。然后没有点关注的点点关注，谢谢大家。啊，没有，我没有生气，也没有不开心，我只是觉得有必要告诉他们人生观价值观，然后让我们拯救那些喜欢自虐的哥哥，告诉他们对自己好一点。嗯，对，告诉他们对自己好一点。嗯，告诉他们对自己好一点而已。嗯嗯，啊，最后一点时间，然后那个，嘿嘿，我们跳，哦，跳舞娘还在露肚子，算了，解开了。